进到复叠这一块之后，您可能会发现，哎，你的时间轴呢，发现长得不一样了。好，那只要进到这个以后的步骤都是长得像比较标准的这种编辑程式，那您也可以回去从这边切换，有没有？这就切换回来。不过你会发现，切换回来也自动倒退，回到这边了。好，因为你只要进到这边，因为你要叠到人家上面嘛，这边比较有点像讲故事这样。好，讲故事，那这里叠到人家上面的，就要到复叠之后，它就一定要切回去。那它比较特别是，您可以看到哈，这一轨这个轨道最底下轨道就是您刚刚编辑的，那么以上的只有一，然后刚好也有二三四，它就是下面会叠在它上面的，刚好跟我们一般图层的那个顺序刚好颠倒过来。那预设的话，您现在看到一个轨道，我如果要多这轨道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在哪里？在右手边这边有一个，应该是这里啊，这个。有没有轨道管理员？点一下，您看最多有几个轨道？视讯总共可以有六个轨道，再加上原本一个，这叫七个。哎，然后呢，标题也可以两个哦，你看哦。新版本差两个，以前都只有一个，以前都只有一个哈。那声音也是一样，声音也是有两个，还是两个，所以这样加一加就还蛮多的。不过说真的，绘声绘影毕竟哈，它不是那种像一般我们比如说平面啊哈，类似之间那种比较大的那种编辑，所以它轨道多的时候，实际上编辑不好编辑。绝大多数我顶多用了两个，最多最多用三个就不得了，你看到四个以上。只能说你以后最好大一点，不然不够大。你看哦，我把它打开一下，你有没有发现光导是在那调来调去的，就很麻烦。虽然现在是不错，是可以稍微拉开一点，可是毕竟它都看到还是有限的、还是有限，所以大多数我们两个轨道应该就够了，两到三个轨道应该就蛮足够的、所以我先恢复成标准的。那么你进到这边来之后呢，到底什么东西才适合放在复叠轨上面？都适合。最简单的，我们一般最常见就是做成子母画面。子母画面，好，子母画面的话，你看到我们就载入一个视讯的档案，比如说我们在这边，我们载入一个影片的素材。好，这边有栏目的哈，来把它丢进来。你看，就丢在下面这边，对吧？好，那我这一台没有装 QuickTime Player 吗？啊，真的没有，难怪丢不进来。你们预设标准的话，应该装那个绘声绘影十二，它会自动帮你们装那个 QuickTime Player。所以如果你有那个 MOV 这种格式的齁，就可以丢进来。那如果你把那个移除掉了，很抱歉，你们家的那个 MOV 它就不认得，就没有办法这样直接丢进来。好，那我只好找一般的，哎，我就找这种 NPEG 的好了，哎，上去，好，丢进来，啊，丢不进来，视讯的这边。要打开，我从这边叫进来好了，影片素材。然后你们视讯，我找一个。好，这里有，我把它叫进来，这样有对不对？那我就可以把它叠到人家上面，叠到人家上面。那它进来之后会自动缩小，而且它上面告诉你，有没有？新版本才有这样子，以前旧版本反正管理的，反正你进来就进来了，它不会给你一个标示。那么你进来之后呢，就可以摆在这个位置。而且各位老师朋友有没有注意到，我们刚开始在前面的时候，请问有没有这个框框？有没有这个框框？没有，对不对？你只要进到复叠标题，都会出现这个框框，这个我们称作安全框。安全框，也就是说，它会希望你，你的复叠的素材就叠在它上面的，或者是所谓的字幕，尽量不要超过这个范围。那这种方式，尤其是在传统的电视上比较有用，因为传统电视我们都知道它有个弧度嘛，
所以当我们的内网跑到旁边的时候，可能会变形，或者甚至就被切掉。所以需要有这个安全框来帮我们提醒一下，好，提醒一下。但是如果您是用电脑或者是所谓的电量电视液晶电视看，那没有这个问题。好，只是还是会建议你就是尽量在里面啊，毕竟就好像我们在用 Word 一样，请问老师在用 Word 的时候有没有字挡到最旁边？没有，因为软体本身预设不是有天地左右吗？所以会留白，好，但它不会觉得太满。好，这个是所谓的安全框哈。那你进来之后呢，这样就是子母画面了，所以。你进来看到这里，右手边，它也可以是动画。你可以怎么进来，怎么出去。以我们现在放在中间来讲，就是都不动的，好，就是都不动的。所以如果你希望它从左边进来，好，这样我们来看一下。哎，过头了，要从这边，也要从左边进来，对不对？就进来了。啊，请问，这一天要进来那么久吗？没快进来，卡西快进来，来，你要看一下这里，有没有发现这里还是蓝蓝的？跟我们那快点进来很像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这一段就是什么？就是停留的时间，前面这里就是他进入的时间，后面这里就是出去的时间。那么今天因为我出去就是没有指定嘛，所以当然等于变成说从这里到这边都是停留。好多停留，所以如果你需要它爬区块进来，把它往前就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再测试一下，来，你看一下，一点加它进了吧？对，然后它在后面就停留的时间会比较长，好，比较长啊。所以这个您可以稍微注意一下，有动画的时候呢，这个地方就要看一下它到底有时间。好，这是第一种方式，就是直接进来。那么第二种是我们会在这个上面，我就在后面了哈。我把这个时间再来拉短一点。第二种方法就是我们在这边，你看我们素材里面哦，它有分装饰，有没有？有分成所谓的物件啊、外框啊、随时动画。那今天如果你是物件的话，里面就有这些小东西。哎，小东西你可以拿来用，比如说你要用鸭子，你就把它叠进来。那各位，这些都是区备好的，好，都是区备好，所以你就可以叠在这上面。那么我们今天等一下会让各位去试着去续备，那这种工作当然不太会跟会员做，因为这个是属于影像编辑的部分。好，您可以用 Photoshop 也可以做那一部分啊，那用 Photoshop 啦或 Photoshop 都可以做。好，所以我想等一下我们让老师再来尝试看看，因为这种方式你一定要会，是因为它不只用在视讯上，您用在简报也很好用，用在您的 Word 档也很好用。因为这个区别好了就容易处理，好，就容易处理。好，这是第二种。第三种呢，我们再往下看，就是在这边，你看刚刚不是有外框吗？哎，这边哈，比如说啊，我就是要有一种这种框框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有这个框，你看我们现在电视节目有些是标题就坐在这边，这标题就坐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样就可以叠进来。那新版本自然它的框框就比较多了，电话种类比较多，所以你可以选择的就可以看到更多。好，比如说这个我就把它丢进来，感觉就不一样了吧。我跟你讲，波段这个里面还有很多， Photoshop 里面也有很多。你们看，哎，老师看那个 Photoshop 啊，比如说您如果觉得啊，那个 Photoshop 在一次电话，你看它有一个目录叫 image， 有没有？里面这些素材都是那个，我想要这只比较有福气一点的，就把它丢进来，就是这样，对吧？哈，所以其实网络上也找到，可以找到很多。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找这种区别好的，省时省力又方便。它没有的就找自己来，好，就找自己来。那除了这个之外呢，它也支援飞行动画，啊，飞行动画。所以如果说您在这边的时候。好，小朋友的，我们在这边点进来，因为它是一个动画，所以你可以先播看看。对，啊，那就直接挡住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样不好。所以大小说，哎，各位稍微注意一下这个，有没有发现它有蓝色的点跟？不是，啊，睁眼说瞎话，黄色的点跟绿色的点，黄色的点是大小的缩放，绿色点要做什么？变形，因为我们不见得要这么自私啊。比如说你看哦，
电视爸爸有没有规定直膜化一定要这样？没有，我们可以把它变成这样。有没有看过那种电视报道是这样子的？